娱乐转圈圈，明星快报报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，一名年仅14岁的印尼网红，23日在马来西亚惨遭奸杀，尸体在巴生安达拉斯公园被发现。警方在接到民众报案后，立刻前往现场，惊见他呈半裸状态躺在血泊中。然而，近日传出他在生前似乎就已经预料到自己的死，在社群网站上传了暗示性的贴文。14岁印尼网红在马来西亚惨遭杀害。图翻摄自抖音。根据印尼媒体报道，网红在生前曾在个人社群账号上贴文写下我即将被死亡天使 Nolakait Mot 带走，被给予一片白布。随着他的死讯曝光，贴文也引起了当地一片热议。而他的妈妈在接受采访时也悲伤透露，我现在才知道这件事，很惊讶女儿上传了那样的贴文，并表示女儿出外工作，本来每天都会打电话回家，一直到事发当天失去联系。死者在印尼抖音界小有名气，拥有26万粉丝。图翻摄自抖音。据悉，死者在家中排行第5，在抖音上拥有26万名粉丝，是印尼小有名气的网红。此次跟随姐姐到马来西亚工作，却不幸遭到杀害。母亲表示，女儿在出发前往马来西亚前还拍了道别影片，在影片中还告诉妈妈，感谢有你这样的母亲，如今天人永别，让家人心碎不已。这篇报告完了，顺手点个赞，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，谢谢。